大家好，我是屏东潮州的土狗。我想背包耶、幸福无白练啊，约会抓抓耶、你台湾最狂。那我今天要跟土狗玩三关游戏，第一关是开镜姐姐的心。桌上有两瓶啤酒跟一些小道具，然后呢，土狗要在利用这些小道具帮我把酒打开给现场的姐姐喝。现场姐姐 ，O 不 OK？ OK， 我要喝了。你有信心吗？你对于这些道具？都完全没希望。比如说这个，现在直接可以开吗？可以对，这不能开啊，这怎么可能可以开？不行。我试看这个。可以哦。不行。这个吗？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我感觉这样有了哦，成功，第三个就成功了。他开始想自己喝，他开始喝。那我先干。赖岛可以一次就试成功，好，一二，屁啦，可以啊，等一下，这赖岛太烂了，我不要试了。一下全新单曲《假面甜心》，它的音乐风格啊、演唱形式跟创作理念。这首歌就是一开始是包养晚帐来找我做的一首歌，然后他们前面跟我说我前面的歌词，因为我传给他们很多版本，然后第一版他们说我太物化女性，然后叫我改歌词，又试了很多版，只是他们都觉得我太物化女性了，所以包养晚帐就没有要找我用这首歌。然后之后就是公司就想说，我写歌的进度很慢，叫我说啊，要不然你就先发这首，当成我们自己的单曲再发这样，然后就发出《假面甜心》这首歌。在录制《假面甜心》跟拍摄 MV 的话，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有蛮多有趣的事，因为我所有拍过的 MV， 反毒大使或者是五十元槟榔，都是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拍出来的，就可能连拍了两天或连拍了三天这样子，或者在很炎热的地方拍。只是假面甜心就是很舒服，因为我们都是在 KTV， 就是在包厢，然后都有冷气这样子。然后我们请来的女主角很漂亮，贝吉。那你在跟她合作就是有什么火花吗？我们有蹦出什么火花？没有，只是就很害羞，因为她是大姐姐，对，我很难招架住大姐姐。所以，这放有点酒精，你会觉得很苦吗？我觉得酒都很苦，其实我不太喜欢喝酒，因为我人生还没苦过。好吧，好吧。接下来下一关就是要投进姐姐的心，可以看到我们右手边这边有一个篮筐，边投球投进15克以上就可以回答问题。好，开始哦。现在是红色，如果想被包养吗？不想投吗？对不对？对，投喽。喜欢姐姐还是妹妹？姐姐。看异性第一眼会看哪里？脸。讲出屏东三个名产：牛肉、人肉冰、皮肤黑的人。最近没口头禅。你要去哪里妹？好妹，好妹，这样子。有尾音的，有尾音的。对。最近喜欢的女歌手，讲一个夏木好了。笑莲安娜有跟她一起合作到，觉得她人不错，然后歌也很好听。太远了。KTV 必点的一首歌。爱情酿的酒，中了。好，那我现在给你10秒钟疯狂乱投。10、9、8、7、6，可以。几要几颗啊？3、15颗。等一下，等一下。好，继续回答问题，我们继续投。平时创作灵感来自哪里？来自头脑。最喜欢的夜市美食？我们上次去吃的那间台南大东夜市是吗？是吗？反正一个葱爆葱抓饼，超好吃的。好，那我再给10秒。10、9、8、7、6、5、4。有了，过了。好，恭喜土狗，阿姨觉得 OK 吗？可以啊。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你有认识假面甜心吗？现实生活中，介绍一下我的学校。我学校之前是在高雄，然后叫高雄一个传说高中，有一个叫三国志、三国励志啊，这三间都是一个非常流氓学校这样子。我读的那间学校，晚上因为我是夜校，然后我们班有蛮多穿，然后有些人就是可能放学就会有宾士还是什么阿法或是一些很就是名车，然后载他们上下学，八成他们都是被包这样，蛮多同学都有被包的。哦，好，我们都要逼掉，对，都要逼掉。MV 找来贝基参与演出，就是想请问这个合作的契机跟过程是你想要请他来的吗？还是一开始是很像是黑龙跟黑龙合作，然后之后。
因为就发现贝基蛮漂亮，然后其实蛮适合拍我 MV 这样子。对于新歌，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我年底要出专辑了，未来我会尝试很多曲风，就 drill 啊，或者是摇滚，不局限于饶舌这样子。之后有可能还会跟血肉果汁机啊，或者是饶舌圈内什么鸭屁啊、论少什么的，跟他们一起合作这样，希望可以多尝试自己很多风格，突破自己。对，那我们接下来下一关呢是要收服姐姐的心，然后我们要假面甜心的 beat 做一段，做一小段撩姐姐之歌。我可以先写下来吗？可以。姐姐的眼睛又大又圆，姐姐请给我一点钱。姐姐的笑容有点甜，姐姐的牛排有点咸，可以吗？再一次好不好？再一次，我直接 freestyle。直接来。Yeah。在场的各位姐姐们都非常的漂亮，我爱各位姐姐，我对他们比个我的 freestyle 很烂，姐姐帮帮我煮颗荷包蛋，很烂啦！等一下，我会紧张。等一下，我想一下。你有3000了，我要再加5000给你。我会紧张。想被姐姐包养？不想。不想。不想。为什么会呀？当然，男生要自己努力啊。好，再播一次 B 就可以了。好。来了。姐姐的眼睛又大又圆，姐姐请给我一点钱。姐姐的笑容有点甜，跟我结婚送你5座田。不想要姐姐，只想要阿姨，追着姐姐们我好皮。五个姐姐选择题，我教姐姐们吹直笛。可以吗？我来包养你们就好。好，所以土豆平常会吹直笛是吗？好 ，OK， 那我们恭喜土豆成功。姐姐的眼睛又大又圆，姐姐请给我一点钱。姐姐的笑容有点甜，跟我结婚送你5座田。不想要姐姐，只想要阿姨，对着姐姐们我好皮。五个姐姐选择题，我教姐姐们吹直笛。然后还要再最后还要再感谢 NTV 所有的工作人员，今天策划这一场活动，然后他们是很漂亮的大姐姐们，耶，超赞的。后面那一段。